港台星处进去有仓出租，请来蒙嘉慧、吴耀汉、郑敬基、何国荣、艾薇等演出。今天举行开镜拜神仪式，录像场景内除了迷你仓，还有迷你茶餐厅，而饰演这里老板娘的就是蒙嘉慧了。接受访问时，蒙嘉慧表示，当艺人衣服的却会比较多，平常家里的杂物也需要定期清理。说到当老板娘，她就坦言非常想。其实现实中我有这样的打算，但是现在还在计划当中，所以还不能说是做什么方面的，其实吧，其实告诉你们。但她就拒绝跟老公郑伊健合伙。我想我在工作方面我还是喜欢一个人跟朋友合作，因为我觉得家里的人还是说家事比较方便，公司还是不要说。对于蒙嘉慧创业，伊健也是无限的支持。其实他蛮支持我做任何的不同的工作，因为他知道我的性格是做不定，所以我常常有不同的想法，也有很多的不同的主意。他说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了，随便你做什么。而京剧开拍，自然跟意见见面时间就变少了，而且意见也每个星期都要飞往内地工作。其实最近比较忙，因为我最近也是要在拍，但是拍电视剧，还有他也有在每个星期要回内地，然后之后有他应该还要去飞外地去拍戏，所以我应该不会常常能够去探班，但是可能找一些地方是我喜欢的吧，喜欢的我就过去了。